被玩脱了。好嘛，今天呢我们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挑战，我们今天挑战蜜雪冰城十分钟他们能做出来多少杯奶茶，我就买多少杯，看看总共需要花多少钱。这个挑战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，估计这一期的成本呢不会很低。走，直接出发。蜜雪冰城现在就你一个人上班吗？早班就你一个人？那他们要多久来啊？现在上班的人员比较少，就一位。那等一会儿吧，那一个人的话他做十分钟也做不了几杯嘛，等人来了做，那场面是不是嘚一下就起来了。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:45，咱们还是来太早了。嗯，62杯，算下多少钱呢？62杯，破了记录了啊！我有个朋友，他是蜜雪冰城，十分钟整了34杯，这62，一下整整一倍，这成本爆炸，被玩脱了。我以为300左右差不多吧，这次估计得500-600了。哇，这场面大不大，兄弟们？总共多少钱呢？打不打折呀？打个98折。98折呀？总共是514。514。打完折是503。啊，打个98折503。朋友们，今天这个视频成本503块啊，15杯香柠檬檬桃，莓果三姐妹4杯，芋圆葡萄6杯，芝士奶盖8杯，杨枝甘露10杯，满莓百香果2杯，珍珠奶茶3杯，菠萝雪梨2杯，蜜桃四季春3杯，草莓波波4杯，芋圆奶茶4杯，总共是61杯。今天的这个视频成本500块啊，我希望大家帮忙点个赞好吧。现在开始装箱，需要用到这么大的一个箱子。全部装了吗？都在里面。开始送货，兄弟们，这么多我一个人肯定是喝不完的，所以咱们要分了，先分出来20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这20杯就先分给我女朋友这里，他们有20多个同事呢，剩下的咱们再给他送到厂里面去。你让他们来这个门口，这一个游客来这个商店这里。终于送到地方了，还好还是凉的，等会儿他们人就到了，给他们分一下。哎呀，好热。这里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呀？我叫他们出来拿还是怎么样？这里面你一个人肯定拿不了啊，这么多呢。那我叫他们出来，只是我让他们过来了。啊，你让他们过来嘛，直接把箱搬走吧，要不还剩下30多杯奶茶，还挺凉的。这就是咱们待的厂，叫兰巴特。虽然咱们只在那个厂里面待了3、4天，咱说实话里面的氛围还是蛮不错的。人到了，来这里啊，背上去啊，你们全拿过去，小心点。喝奶茶了？奶茶？真的过来拿奶茶呀。喝奶茶。这个是什么？很多的，还凉着呢。来了，这里蜜雪冰城的。每个人都有。每个人都有啊！哇，谢谢老板。你不用客气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各位，好久不见。好，圆满完成任务，兄弟们。朋友们，本期视频不知道大家看到爽不爽？如果说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为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。
拜拜。虽然说今天出了很多的汗，但是心情是特别特别的爽。